这可能是一个连印度网友都看不懂的超级工程。乌江边上百米高的悬崖绝壁上，岩石之间存在着巨大裂缝，这些随时都要滚落的岩石不仅可能危及行车安全，更对列车和船只的通行产生巨大影响。为了解除这一威胁，专家们决定在悬崖上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工程，给大山之毛衣铺设主动防护网，增厚安装锚杆，穿绳挂网，把悬崖上的岩石牢牢固定在山上，为行车安全铺设下坚实的网障。然而，为何选择这样的方案，而不是其他更为直接的方法？有人质疑水泥的寿命，也有人提出采用定向爆破的方式一劳永逸更为经济实惠。然而，只有专业的眼光才能洞察这项超级工程的复杂性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样的基建奇迹无疑让人叹为观止。